鬼子的好吃的饭，住饭店，然后或是考试考得很好，这样也会很开心。比如说跟朋友之间很开心的互动，或者是你得到很多人帮助或照顾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身在一个很幸福的状态，有一群朋友，或者是工作上很稳定。以前的幸福的确很像是女主角那种，就是爱情，你把爱情放得很美好，爱情亲情可以圆满。我觉得这就是超幸福的人生了。人到这年纪，幸福应该就是能够跟家人在一起，健健康康。还有什么？爸爸妈妈都爱我。有人可以爱，然后也有人愿意爱你，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啊。美啊，人只要吃饱就很幸福啦，什么都不会有烦恼的。